家好，要说北京的特色，那肯定是逛胡同。咱走着叫逛，那如果开车叫什么呢？肯定要钻胡同。为什么呢？因为路窄，再有就是这边都是居民区，你看这车就停在路边，再加上很多居民的这些杂物啊、电动车啊等等的，所以说在胡同开车的难度还是挺高的。那今天我们呢就要开着这一台大车智己 L6 来挑战一下钻胡同。先说一下它的尺寸啊，这台车的车长是接近5米，车宽是接近2米，轴距是接近3米。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中大型的 C 级的轿车。那就这个大小，这个头，在这种胡同开起来，其实真的挺头疼的。但是呢，这台车有很多黑科技，一会儿我们会一一的体验一下。比如说它的这个灵犀的智慧底盘，它有全系的四轮转向。那四轮转向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后轮转向可以缩小这台车的转弯半径，那它的转弯半径才4.99米，和一台 A0 级的小车，这种灵活性是可以有一拼了。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四轮转向带来的一个智己 L6 的绝技，就是我们今天要体验的第一个模式，叫做蟹形模式。那所谓蟹形模式，其实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就是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但是智己 L6 的这个蟹形呢，它是一个斜向的平移，它就是它是这样的，它车头是一直冲着前面一个方向，然后呢，它的前后轮的转向的方向包括角度都是一样的，它最大的后轮的转向角度是6度。那这个怎么用呢？比如说你在这种胡同很刁钻的情况下，前后都堵死了，比如说你侧方停车，你想泊出来的话，然后前面也给你挡住了，那你能挪转的这个空间就比较的狭小。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用这个蟹形模式去让它斜着斜向出来一点，然后再打方向，用这个功能会更轻松一些。其实基于四轮转向的这个蟹形的功能，相比来讲还是它这个后轮转向会更加的实用。那像一些窄路我们掉头啊或者是拐弯的话，会更加轻松跟速度。那我们现在体验的是智己 L6 的一键贴边的功能，这个就是你得在路边停好车挂 P 档之后才能使用。中控屏上有显示，点一键贴边，仪表这边就可以选开始贴边，它是两边都可以选。那我们比如说选右边，现在开始贴边。贴边开始，它是一次最多是往一边靠15厘米。如果你觉得还不够，那还可以再重复的使用。贴边开始，请注意周围环境安全。比如说像现在在这种非常狭窄的胡同，你停车想靠墙边更近一些，因为越往里的话安全就会多一分，防止外边剐蹭嘛，对吧？这个功能它还是要跟你右侧，就是你想靠里的那一边有一定的距离，你才可以触发去使用。如果你车技太好的话，自己都已经靠得非常里的话，其实这个功能也是用不了的。那一键穿行的话，就是你碰到比较窄的小胡同小巷子的话，可以用这个功能，它是时速会控制在3公里每小时以下。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它会根据它的一些雷达、摄像头等去识别路面的一些障碍物，然后自动的去修正它行驶的轨迹，自动前进。但是今天我们在实际体验当中，我觉得它对这个胡同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太宽了触达不了，太窄了它自己也完成不了。一键穿行功能使用的路况需满足车辆两侧距离障碍物均大于20厘米，通道的宽度小于3.6米，并且最多一键穿行2公里。当天体验过程中，在行进中道路一侧突然出现较宽区域，这个功能会自动退出。还有，如果路况不是一条相对笔直的道路，而是出现曲度和倾斜，也无法使用这个功能。那我觉得相比一键穿行，其实更有用的是一键寻迹功能。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故事吗？就是有的这个司机到胡同这片儿，他想到大路去绕不出去了，那就跟着前车走吧。结果走到头儿一个死胡同，人家到家了，他还得再倒回去。这个时候其实用这个一键寻迹，实际上就是寻迹倒车。你怎么开进去的，他会按照你刚才的轨迹再帮你再倒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们平时碰到一些死胡同或者是断头路的话，还是比较有用的。
当天我们还体验了智己 L6 的城市 NOA 功能， L6 全系都配备了英伟达 Drive Orin 254 TOPS 芯片及超远距离激光雷达，它不依赖高精地图，有导航就能开。总结下来，这套智驾有以下优点：拥堵路段跟行能做到体感舒适的线性加减速，识别能力强，辅路信息也能识别并在仪表中显示，能识别前方突然出现的行人和车辆并及时减速，保持安全车距。出现其他社会车辆不规范行驶时，会灵活判断路况，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原则上与其博弈，调整自车。总结下来，它的驾驶风格并不激进，是一个绅士的保守派，在遇到人车混杂的路口能做到礼貌等待，零接管通行，但它的底层操作逻辑还是无法做到像人一样果断。当天我们出现过一次路口右转时未能成功通行，需要人为接管，导致错过右转机会的情况出现。另外，当天遇到路况较复杂的胡同时，系统会尝试自己先开，但当他发现无法完成时会提醒驾驶员接管。虽然说有导航就能开，但遇到特别狭窄且复杂的路段时，还是把驾驶权全都交回自己的手上吧。目前智己 L6 的城市 NOA 已在上海、深圳、广州、苏州正式落地，北京将在8月开始全量推送，年内全国正式开通。虽然是去高精地图，但 L6 全系都配备了高精度激光雷达以及高算力芯片，有足够强的硬件系统，而融合雷达数据后的系统识别范围和能力无疑会变得更好。虽做不到100%零接管，但现阶段它的实用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了，也期待未来它能带给我们更拟人和更可信的智驾体验。